近年来由于中医药的独特疗效陆续得到科学的证实，因此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与关注。以全球中药的市场来预估，从1997年的196亿美元至西元2006年将可成长到396亿美元。传统医药都取材于自然界，但近年来由于栖息地的破坏及人为的猎杀，即使野生动物的资源渐行枯竭，为了永续的利用，像是犀牛角、虎骨、穿山甲、熊胆等保育类动物中药材，我们应不宜使用。其实经由许多的专家学者研究，保育类的中药材都可以用疗效类似的替代品来取代。为使生态的平衡以达生物多样化，让我们一起为保育动物尽一份心力。